佛子摩菩萨摩诃萨，福于法师所修善根，入世回向，愿系佛刹皆悉清净，以不可说不可说庄严具而庄严之。依佛刹其量广大，同于法界，存善无奈清净光明，诸佛与众现成正觉，一切刹众清净境界悉能显现，一切佛刹入一佛刹，一切佛刹以福入世。这个是愿回向啊，愿向。这个前头已经愿回向讲了很多了，不过这是称法界的愿，法界的愿啊。但是华严经的经文呢，如果你读的时候看来都是重复，是因为你没有进入它的层次。它的层次是从现在这凡夫心，要能以佛果以果德的力量来回向，这个是入法界回向。现在大家还不知道什么叫法界啊，法界都不理解，法界回向又怎么回向呢？法就是形容着一切有境界相的都可立为法，要是一切境界相都没有，法不成立了。法又还归于心，归于界，界是能生，界生一切法，就叫法界。界生一切法，这个界又是什么呢？界无界呀，不是有个边界，不是像咱们世间像讲界有个界限啊。而这一行不是那一行，那一行不是那一行，左边不是右边，右边不是左边，这叫界呀。现在我们讲这个戒，这个法界的戒是心呢，是心。你能在你心画个界限吗？咱们现在这个真正，咱们现在这个心是妄心。妄心从什么来的呢？妄又归于何处呢？所以咱们华严经讲啊，望尽还原观，望尽了还原了，望又从哪儿起的呢？咱们前头讲过了，可能大家不能回顾一下，有些人也没听到，是吧？一念不绝，就是在你不觉的时候来的，而你每天所有的衣食住行一切活动，谁来支配他的呢？你自己，你自己回观，回观，观你自己的念起处，那个就是法界，就升起一些法。我说你今天要做什么事儿啊？我早天3点多钟起来要上殿，上完殿了过堂，过堂完了听课，一切种种，那你自己心里有个安排。这就是你的心能生一切法，一切法都有个形象，表达它一切形象，那个形象，这个形象不跟那个形象相一样，这叫戒。戒，万法从心生，万法还从心灭，这叫什么呢？修妄尽还原，
观呢，就观一切法，一切法啊，究竟归于何处？这就是禅宗所修的，观一切法的起处，法从何起呀？又从何灭呀？不但这个你没办法，因为没证得时候你不知道的。就是说我们平常经常说烦恼，你找烦恼的起处不可得。烦恼从何起的呀？但是它归于何处啊？在四见相上，咱说风怎么起的？风又指出何处啊？说你捉摸不着，看不见，你看见风，它带动物质，是物质相。你入世观的时候，你知道什么叫法界？法界，像这些我们讲的十回向菩萨到第十回向了。他的心呢，跟法界相合，他还没有亲自证得，还没有那个妙用，得到地上菩萨、十地菩萨，十地到八地以后菩萨，八九十地，达到这个境界，他能认识，他能证得。说这一个回向愿，第十的回向愿呢，是乘法界性的回向。回向，是菩萨摩诃萨以法布施，是法师以法布施，说法是布施。也说供养，说大家都普贤和平，对，第三大愿供养大愿，供养大愿世间的财物是有形有相的，有量的，有尽的，但是法供养无穷无尽，无相无尽，是以法供养为最。但是大家一提到法师或者法供养，非得讲经的法师才叫法师，不是这个含义了，理解错了。凡是佛子，你受个三规就算，不受三规不算佛子，说你受三规起，四宗弟子都得受三规，不受三规非佛弟子，受了三规了是佛子子，佛子，凡是佛子都要以佛所教授的法，佛是教授我们的法，以法为师，这叫法师，以法为师，以法不是，人人都可以啊。不是要讲这一部经，讲这一部论，讲个大道理，这叫法师。你给那些个蚂蚁最讨厌的老鼠、蟑螂，你能对他给他念句阿弥陀佛，也叫法不扬，也叫法不舍，把它看成很普通的，不是很深刻的，不要都往深刻上去会。要把这个供养的布施，这叫法布施，人人都做得到。你见那个畜生，给他说个三规，给他念几声佛号，就是这么个因缘，他就得度了。那经过无量生，他也得度了。这都叫法施，就叫依法布施。赶在这个这生座讲法
这叫受，以法受，受就是传授的意思。佛入世说，大菩萨一代一代的弟子们都入世说，这叫受法，受法。这叫师承，承的就是传接相续的意思。经常问呢，说你化学化验的呢，那你老师是谁？听过哪个老师传授你，讲给你听，讲就是传授。但是在这个法师的身上不分了，什么四教五教天台显首三论中观，不分这些什么戒律啊定啊禅宗啊密宗啊都不分了，就是以法授受，以法传授给你，你领纳了，领纳你听闻了，这也是这个不是一般做得到的了。刚才我说这个法是普遍性的，人人都做到，都做得到，时时相传传授。这个我们那个寺院里头方丈得接法，有从释迦牟尼佛那一代一代传的，那个接的法不是现象，是心，以心传心，叫心心相应。现在我们现在讲这个，说以法布施，这还是布施度。布施度的不是财物，是以法布施。这法是什么法呢？咱们现在是讲的法界，法界就是乘法界而回向，这回向的力量非常的大，众生领受的力量很普遍的，说这叫法事。那这个法呢，是一定佛所教授我们的法宅，叫贵宅的意思。他依法师所得到的供养众生所得到的善根，把这个拿来供养一些众生，这就入世回向。这样说，大菩萨摩诃萨是修十回向的菩萨，他以法布施把这个善根回向，这就叫乘法界回向。这个回向的愿跟前头它不同地点要是在什么处呢？愿力大，乘法界性，法界性是什么样子？是吧？微尘，一微尘法界性，一个极乐世界也是跟一微尘平等平等，也是一个法界性。你把心量的扩得这么大，这个在法界性里头没什么娑婆世界呀、极乐世界呀、药水琉璃光世界呀、不动世界，这是分别相，没有，不去分别。甚至咱们一微尘，一微尘就是全体法界，随便一法无非法界，随便你举任何一法，这个法全体就是法界，就是代表法界了。所以这时候的发的愿是回向的，那就力量就大了，就广了，这回入华严经的大方广。华严经每句话你都可以联系上大方广佛华严，这个经题啊每一个字都联系得到的，不过没那么讲。例如说法会相，我给人家自说一句法，不只说给人了，或者我给一个畜生说一句法，
我这是法布施，也可以说法供养，就是这个善根本来是给一个众生，以及一切入了华严法界境界了。说一个蚂蚁，我给他说以及一切包括十方无量无边的众生都在内了，但是你得有这个心量啊，你惯想力得到，你从来你自己没想过你怎么能回向得到。咱们这讲到十回向，咱们可讲了一年半了，一步一步来的呀。从你对佛法生了信心，咱们这个信心还不够，还没达到。咱们这个信呢，是不入位的信，没入到实心位。因为什么呢？咱们在这里头有许多的业，许多业，业就是惑，所以信不坚定啊，信不坚定。怎么样不坚定呢？你不能够一信佛之后觉察你自己的念头，觉知前面起呢能止其后念不起，刚一起呢念马上就警觉了，这个念头不应起，这是错误的，这是生死路，不是解脱道。达到这样才算有信心呢。一信再不怀疑了，因为佛所说的真实的可靠的从来不怀疑，就是没得问号了。那我信了佛了，我学了佛法了，修行了，我了不了生死啊？能不能了生死啊？有这么问号，你没信，你没有信佛法。为什么？根本没有生死，没有生死还要有什么了，还有什么不了啊？你才能入华严境界啊，你要有个生死可了，还有一个能了生死的心，还有一个所了的生死，没进入信位。当你住了住，发菩提心，行菩萨道，而初发菩提心，那叫初住的发心住。那时候他把他的心呢、扩大到跟法界相等，相信这个心是乘法界而起的，说万法唯心是这个心，不是现前这个万，不是现前这个妄心，是你发菩提心那个心，在这个菩提心上，那就要行菩萨道了。发了菩提心，要走菩提道啊。咱们现在很多的念头对世间五浊恶事生贪恋，还没有厌离，厌离心还不强。那没厌离我们能出家吗？出家是心要，心要心，不是厌离心。为什么？那你自己可以问自己了，你在这个生活当中留恋这个世界的生活，或者想吃好的想穿好的，假使铺一张席子让你在砖头上睡，让那底下睡，你会睡不好的呀，你感觉着不舒服。如果你连这个念头都没有了，那厌离心很强，心一点贪恋这个世界心没有了，心不贪恋，意不颠倒，这才厌离心凑的差不多了。这仅是菩提心开始的阶段，就有觉悟心了。
特别是说我一起一个离开三宝的念头，一有这个念头马上就纠正，知道这个念头是哪的，一觉察马上就止住了。咱们现在啊，起一个贪念，跟着这贪念就去想去了，跟着贪念去想去，光想还不想，想想的要只付诸实施了，要做实事了。说想吃好的，要备办呐，上四川买菜呀，或者下个小馆啊。他念念增长，不是一起念就止住，一起念止住是菩萨。他说随他贪欲念头增长，不能断。为什么他要增长啊？他根本没断，根本没断，他要发芽，这样怎么入的法界啊？所以我说，我们现在学种个善根而已了，真正用到这种法界观，恐怕每一天24小时，你起这个念头很少很少。因为你还不理解呀、不理解。那这些大菩萨摩诃萨，他以法布施所修的善根，他用这个回向，他的回向怎么回向呢？愿一切佛刹悉皆清净。他不是像咱们这些大菩萨，咱们啊，因为接受佛的教授，知道极乐世界是清净的，娑婆世界是染污的。娑婆世界不是佛世界吗？一切佛刹不包括释迦牟尼的佛刹吗？咱有这个大愿吗？愿释迦牟尼佛的佛刹变成极乐世界的佛刹。其实呢，这个娑婆世界的佛刹本来是清净的，就因为咱们有自己有祸有业障障住了，不清净。这是华藏世界呀，华藏世界是清净的，但是我们所见着的是我们众生的祸眼的世界，叫五浊那世了。这大菩萨乘法界性的法愿，把施给众生的法师的功德，他不贪恋，他又把它回向给，愿一切佛刹都清净。你不可说，不可说，庄严就是庄严之。那这些庄严呢，不是咱们意念所能到的，想也想不到，因为你没见过，在你历史的当中从来没有。你是看到画上西方极乐世界图，那不行的了，那个图纸上不是真实的了。那个佛刹，一切佛刹都以不可说不可说的庄严句而庄严之，这下头就讲了，那怎么样庄严啊？一佛刹，我们一佛刹就是买一个佛刹，无量无边的一佛刹，它量呢是广大的，法界有广大，佛刹就有广大，纯善的，无恶的。无奈，那不要坐汽车，不要坐火车，不要坐飞机，你意念一到，身体就到了，没有障碍，都是神通自在的，清净的，无染的，光明的，没有黑天白天，每一个角落不是光明所照的。为什么诸佛与众成等正觉？
说一切佛刹都是清净的境界，一个佛刹像镜子一样的把无量无边佛刹摄受进来，那一切佛刹呢就像这一佛刹一切清净，一一佛刹都入世，都是这样的。其一刹有等法界无量无边清净妙宝，庄严之具而为严实，都是妙宝。那时候也不叫宝贝，宝贝不值钱了。如果这个大地全是宝贝，宝贝不值钱了。如果石头都变成宝贝，那捡一块就是了，因为它少，宝是稀少为贵，越少越尊贵，因为大量的有就没什么，不是宝了。真正宝的是啥呢？是粮食啊，比珍珠玛瑙，珍珠玛瑙有什么用？你肚子饿了吃不得，懂得这个道理了，宝非是宝，就颠倒了。说清净妙宝庄严，那不是咱们所想象的，这个数字咱们想象不到的，对，因为咱没看见过。就是我们这些个出家弟子，我说看见一个小宝石啊或者钻石，你要到珠宝店看，大大的珠宝店，趁好几十亿的珠宝店，他那里摆的装饰，那一个宝贝，那是几十万元。美金呢？对，但是你要想到它有什么用，我去看过呀，我想想，那真是霞光万道，进了珠宝店了，就在玻璃柜子里头装着，它光都移出来，肚子饿了没有用，身上冷了没有用，它不能是那有任何作用，就是庄严吗？这叫要你修观的，观就是思维呀，思维就是看。这前头都加个阿僧祇是没数字的啊，没数字说一干啥？说个没数字的数字，从阿僧祇无数字开始起，阿僧祇就会讲这个数字，没有数字是，形容它得多。阿僧祇什么呢？清净的宝座，哈，这个宝座上可不是现在我们搭一个坛子，加个坐垫儿，那是宝衣，宝衣永远，永远啊，光明、舒适，还有阿僧祇宝藏宝网，这一个座位也好，床帐也好。他后边挂有些个宝藏，拿珠宝镶的，还有宝盖、宝云，这都是形容词。宝华，阿僧祇众宝所成的蓝寻、轩蓝，清净庄严，这些都不要解释了，大家看看文字就知道了，想一想就知道了。升起宝铃。这个铃啊，风一吹就响。一般说宝铃宝铎，宝铃宝铎都在那个大殿的四角，那挂一个。风一吹啊，它演成妙音。咱这庙上挂的不响，啊，响的声音也不这么普遍。形容词，周遍清净。阿僧祇众宝所生的蓝寻、轩蓝，清净庄严。阿僧祇宝铃，常养诸佛微妙的音声，周流法界。阿僧祇的宝莲花，种种宝彩开赴荣耀。这个咱们院子里很多花了，很多树木了，没有的时候你不感觉，有的时候你看一看，感觉它有一种清香，看了使你心里的很高兴。乐意，心里很舒畅。
假使都是宝莲花，宝莲花不是一般的莲花，一般莲花它要谢呀，开花要谢呀，谢了要败呀，宝莲花不谢的了，永远入世啊。莲花之中还有楼阁，莲花还现种种宝伞，开复荣耀。俄胜奇的宝树，周匝行列，无量妙宝，以为华国。树是宝的，树上所结的果子也是宝，所开的花也是宝。俄胜奇宝宫殿，无量菩萨只住其中。宫殿咱们说的房子吧，他住的那个房子叫宫殿似的，宫殿似的，大家到过故宫啊，看看那宫殿寺，但是你最初看见是宝，住到里头就不是宝了，因为它人间相，它会腐败的，它堕落的，抛落的时候就不宝了。这个经上所说的宝宫殿呢，永远不会抛落的，它是功德所成的，不是人工修的，自然的。宝楼阁。俄胜奇宝阙笛，大宝所成，奇妙庄严。阙笛呢，古来上说，在佛经上说，你有这个阙笛宝，一切强敌不敢侵料你。宝退敌，宝里头能现出了四种兵，敌人望见就生畏。同时呢，它是庄严妙好。俄胜奇宝门达，妙宝璎珞，周匝垂布。俄胜奇宝窗釉，不思议宝清净庄严。俄胜奇宝多罗，行入半月，住宝具藏。入世一切，系众宝庄严，离垢清净，不可思议。无非如来善根说起呀，每一个佛世界是不同的。为什么？各个因地所修的不同，说感的依报的果，庄严佛果都依报果，它也不同。比如说吧，咱们在修殿、修寺庙，将来感果呢，就感到庄严世界。但是我们就是一个赞叹随喜功德，不赞叹随喜呢，像我们赞叹随喜，随喜功德，只是随喜，但是也有一份儿。但是说破坏话，不随喜，不赞叹，那也要干果。那你修道时候，做行任何事时候，总有人破坏。破坏，要是一提修庙、建塔、建寺、南僧、办道，你都发一个赞叹随喜心，你不做赞叹随喜，心里没有抱怨，没有破坏，这叫发心回向。这又叫普贤菩萨十大愿望赞叹随喜。是感到所有每一件事庄严佛果动，你发愿回向啊。我们有几位小道友刚发心的，他说院里这儿种花，那种花。我说你在干什么呢？能种花啊？种花干什么？是庙里空气好一点呢，看着好看一点。他就不会答复我在庄严佛果斗，他脑子里没这个，他想不到这个，他没学习过。如果你把这件事回向，说这是庄严佛果斗，将来我要有个净土，我要成佛，我的果度非常微妙。为什么要学习啊？
你把你所干的事儿都回向。现在我们问我们那些工人，他在修庙，他脑子里没这个，修庙有功德，我只拿工钱，我这干一天呢，你给我几十块钱或者一百块钱，最多一百块钱了，那不得了了。他也是拿这个钱，拿这钱干啥去啊？搞五欲啊，搞生活啊，衣食住行啊。他都没想到，我这是建三宝，是吧？心是为主，我们干任何事都想到回向去干什么呀，是吧？所以说，心里头以清净法得到清净愿，你回向什么就得到什么。为什么咱们讲回向讲这么久啊？教给我们，我们从这儿学。这一切众宝庄严的原始都是佛的善根所起的，从一出息出发心，咱们都算出发意的菩萨。你心里头给寺庙里填一砖一瓦，都是庄严佛果道，着入世回向。不要随这个文字，文字上的说的你做不到的了，不是我们现在力量所能达得到的。我们在修庙，你能做一点点的劳动，或者是你什么都没做，你在屋里念经回向一样的，你也法布施。他用物质供养建庙，我用法供养，我读诵大乘，我读诵华严，读诵华经，读诵弥陀经，随便你读哪一部经都可以，用这个来供养。供养里头含着乞讨，乞讨啊，安全顺利，缘分很好的，有人来施供的，让他很快的完成。每一件事儿都不要脱离现实。什么现实呢？说你现在生活的现实。咱们讲这个回华严经啊，纯理性的呀，你是甚深的境界了。咱就把它用到世俗，能见相、能做得到的这样回向。我们看见水，对，佛有阿僧祇宝河，流出了一切清净法、善法。说明明这河里是流水，但是我惯想力说这个河是宝河。这宝河生长什么呢？生长一些清净善法。佛有阿僧祇，阿僧祇宝海发水盈满，那大海啊，把它形容是发水，发水长流啊，就是法不断。任其宝芬陀利花常出妙法，芬陀利声，花里出音声啊，就跟极乐世界啊，七松长树啊，七松楼啊，都在沿着说法，都出妙音声。阿僧祇的宝须弥山，智慧三王秀出清净。阿僧祇宝拔楞妙宝，宝线贯穿，严净无比。那个宝啊不是很大的，有时候拿线穿去，咱穿树珠吧，穿念珠啊，有时那珠子拿玛瑙拿珊瑚做的，那都是宝啊，拿那个线把它穿去，严净无比，这都是形容词了。阿僧祇的净光宝常放无奈大自在光明，普照法界。阿僧祇的灵铎，我刚才讲了，灵铎就是庙上的四角挂的那灵铎，更像叩击或者风一吹，他冲他，他冲他，都出来的微妙音声。音声是啥呢？说法，说微妙法。阿僧祇清净宝，住菩萨宝，具足充满。
俄正旗的宝征彩，处处随相，彩相光洁。俄正旗宝存，俄正旗妙宝存，一而一宝半月而为颜色，是形状像半月月牙那么样的啊。俄正旗宝幡，悉能普与无量的宝幡。俄正旗的宝带，垂布空增，庄丽殊妙。俄正旗的宝服具，服具铺的啊，或者毯子啊，或者卧具啊，都叫服具啊，就铺的东西，铺到地下东西，能胜种种，为其要处。我这有点特殊了，他铺的毯子，如果你一沾，产生一种快乐感，柔和柔软，使你心地啊清凉。俄正旗妙宝悬，是现菩萨的智眼，悬是旋转不息的事，说菩萨的智慧眼观一切法，不停的演说。俄正旗的宝璎珞，一璎珞百千菩萨上妙庄严。俄正旗宝宫殿，超过一切，妙绝无比。俄正旗宝庄严具，金刚摩尼以为严丝。俄正旗种种妙宝庄严具，常现一些清净的妙色。俄正旗的清净宝，诸行异彩，光艳央彻。俄正旗宝山，以为圆墙，周匝为窑，清净无奈。俄正旗的宝香，其香普熏一切世界。俄正旗宝化寺，一化寺周遍法界。俄正旗宝光明，一光明现一切光。这都是形容那个庄严具。这个不要讲解，大家看看文就理解了。佛有俄正旗宝光明，清净之光照了诸法。佛有俄正旗的宝光明，无奈宝光明，一光明周遍法界。有俄正旗的宝处，一切诸宝皆须具足，有藏宝的处所啊，是宝宫殿的意思，就是咱们说这一个宝殿，那宝殿里的布的呀，都是宝，像多宝塔里的是宝，是形容词啊。任其的宝藏，开始写正法宝藏，就是用宝藏来形容法宝。咱们有时候看见大藏经啊，没有惯成这是宝藏，大藏经就是宝藏，大藏经所在处就是一切诸佛所在处，经文里头说是无量佛。如果你拜大藏经，消灾免难，你发心月月藏能治病的，信吗？得那个医生看不好的病，说奶洗泡三期了，奶症三期了，你发心月月藏吗？这个例子有啊。印顺法师，我跟他同住的时候，他吐血啊，肺结核啊，医生他活不到几个月了，没法治疗，那他就回我普陀山，就现在普陀山的佛学院所在地啊，就是他的小庙。他在那月藏经三年，病好了，没有医生治疗啊，信吗？你不信，他好了，这是事实，信不信由你啊。对，好多佛教的事儿，佛教我们很多和尚的事儿，不是佛弟子他不能理解的呀，他理解不到的。对，这个都要什么呢？叫你靠你惯想力。咱们刚才讲信心，要真正的发起信心来，他才能一切宝藏，要正法眼藏，要开智慧眼，法宝
宝藏是含藏珠宝，额仍其宝贤，大自贤相具足清净，额仍其的宝源，生住菩萨三昧快乐，额仍其的宝音，如来妙音普现世间，额仍其的宝贤，一日行皆放无量妙法光明，额仍其的宝相，即一相悉超诸相。依额仍其的宝威，见者皆生菩萨的喜乐；额仍菩提宝具，见者皆生智慧的宝具；额仍其宝难住，见者皆生善住宝心；额仍其的宝衣服，其有着者生住菩萨无比的三昧。我们和尚所穿的衣服，是指这个三衣说的啊，这宝衣，鬼神得到一片，就是衣袈裟坏了时候，他得到一片，披在身上，能避诸难。龙王，金字苗，大鹏金字苗啊，他的饮食是吃龙的，他以龙为饮食，那这些龙。就求佛免受闻这个大鹏金字苗之害，那佛就给龙王说你们让你的龙子龙孙披比丘一件袈裟的那个孝，把袈裟改成披上一条都可以了，免难了。大家看佛像的，佛头顶上有的塑像，佛顶上有个大乘金字苗啊，他要飞，佛的神力他飞不走的，他在那做护法。那这样的龙就那个大鹏金字苗就没有蛇了，他就求佛呀，说佛你救了龙了，那我不就饿死了吗？佛说那没关系，我叫我的弟子吃饭受灾的时候给你一份，说大鹏金字苗旷野鬼神众那这么由来的，就是这个袈裟衣呀、啊。咱们有些人把它轻易看了，非常尊贵的，在鬼神得到一份袈裟衣，他当宝，能够消灾免难。这些个呢，都大家看看文字就行了。宝处啊，宝藏啊，宝床啊，宝贤呐、啊。保音声啊，保形象啊，保威仪啊，保具啊，保难住啊，保衣服，刚才讲的是保衣服，还有保架上，还有持有着者才识发心，才得善见陀罗尼，刚一发心披了架上衣就得善见陀罗尼，这个咱们自己得到也不知道。善见呢，善见诸佛，善见诸法，善见诸生，就是看一个佛像。咱们因为见佛像、见菩萨像看惯了，四空见惯了，看惯了就不感觉这么稀奇了。没见着三宝的，见了不认识的，乃造业了。说我在美国大庄严寺沈家珍居士，打一个美国人的卖的房子，他买下来，买了这个房子，房子里头啊有一尊千手千眼观音像，那是在那个八国联军进北京的时候，在哪个庙抢走的不知道了。那沈家珍请了两个匠人，在大陆请去的，
说话佛像的，补这尊佛像，这尊佛像非常庄严，非常庄严，嗯。但是那些人，他不知道，他把佛像啊，跟那杂物、跟那烂摊子堆到那里去了，他也不知道这个，赶紧修复了，再庄严起来去，无价宝了。那佛弟子不会贩卖佛像的，就说是，往往这一个是福田，有的众生呢，他生业因，福田变成业因，造业的因，为什么他不知道啊？不知道就造业了，这不是闻法，乃至于见佛。见僧很不容易、啊、为什么文殊师利菩萨说我这个山里头的龙蛇混杂凡圣交缠，当然是有凡夫也有造业下地狱的，但这里有圣人呢，你有福田呢，就是好因缘变成恶因缘，这叫众生的业呀，要众生的业，不正其宝修习，其有见者，这些宝皆是业果，决定清净。说这些个所说的宝，宝修习，就是见了宝产生修习的心。如果见着的宝，那就是你的业。我刚才讲这个，在那个烂杂货的堆里头捡出来观音菩萨像，等把它一修复，一贴上金，一庄严起来，那就是宝了。他在那烂杂物堆子里头当杂货了，都损坏了。所以咱们中国话说，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啊。是得看人的福德智慧了，有福德的才能遇到，没福德的遇不到，他见着也不认识，反正造业。额胜其宝无奈之见，这个宝什么呢？是知见宝，是无障碍的知见宝，其有见者得了一些清净法眼，是法眼清净，是宅法眼，法眼清净是正知正见，见一些正法。额胜其的宝光藏，其有见者，这成就大智慧藏，得大智慧。额胜其的宝座，佛座其上，大狮子吼，说法了，佛说法就叫狮子吼啊。额胜其的宝灯，常放清净智慧光明。额胜其宝多罗树，次第行列，了以宝生。庄严清净，其树呢？佛有额胜其的宝干，从身总作，端直圆洁。额胜其的宝枝，种种珠宝庄严稠密，不思议妙。群迹其上，这是佛所化现的，在极乐世界不是？那个阿弥陀释迦牟尼佛说极乐世界啊，那些个苗。佛所化现的极乐世界没有哪道，哪道没有，哪有哪道的是实啊，那秒是哪道啊，堕落畜生了，堕落禽兽了，那所以说那个那些秒净佛国度的秒是化现的，化现用它传流法音，长途妙音宣扬正法。额胜其的宝叶放大之光片现处，树叶子都是宝。额胜其的宝华，依华上无量菩萨解加趺座，花开花，那华上开的很大了，那菩萨在那儿打坐休想解加趺座，遍游法界。无量额胜其宝果，见者当得一些自字不退转果，直至成佛。额胜其的宝聚落，见者舍离四聚落房，
这个宝聚落不是世间聚落，不是世间的城市，而且宝都业，无奈众生与众已满，无量其圣宝宫殿，王处其众，须诸菩萨诺罗延身，勇猛坚固，披法甲走，心无退转。而且的宝舍，入者能出，练舍之心，练舍灾心。而且宝衣，着者能令解脱，无着。而且宝宫殿，出家菩萨充满其众。而且的宝真丸，见者显圣无量欢喜。这个宝宫殿呢，看自己怎么想。咱们现在做这个就是宝宫殿、法宝殿，大殿呢也是宝宫殿。我记得那个孙子出家正道歌上这样说呀：“出入于金门之下，行常于宝殿之中。”咱们的大殿那是金，拿金子国家修的或者自己修的，庄严的，跟一般住宅不同啊。城站的意思，宝宫殿，我们出家所住的都是宝宫殿。而且的宝真丸，见者显圣无量欢喜；而且宝轮放不思议智慧光明，转不退轮；而且的宝菩陀树，因陀罗王庄严清净，因陀罗阿僧祇宝地，不思议的宝坚措庄严。额正齐的宝翠，其音清亮，充满法界。翠呢必有法器，没说宝器，就是宝翠。翠的出音声的。这一切啊，这一切都用额正齐来形容。想想额正齐，额正齐是没数字的数字。佛所说一切法用数字说，人间数字没法形容，佛就说一个阿僧祇。阿僧祇是没有数字，言其多，分华严的叫无量数，没有数字的数字，形容数字很多了。那所有这些形容阿僧祇的宝果、阿僧祇的宝华、阿僧祇的宝聚落，乃至阿僧祇的宝都邑、额正齐的宝宫殿、额正齐的宝所、额正齐的宝衣、额正齐的宝宫殿、额正齐的宝真丸，这两个宝宫殿啊，前头的宝宫殿是国王处在其中的，后头这额正齐宝宫殿是出家菩萨住的啊。额正齐的宝真丸，见者显圣无量欢喜；额正齐的宝轮，方不思议智慧光明，转不退轮。额正齐的宝波陀树，因陀罗王庄严清净，因陀罗额正齐的宝地，不思议宝坚措庄严。额正齐的宝翠，其音响亮，充满法界。翠大概是这个宝翠啊，有一切要气就是了，能吹响的都是宝贝所成的。额正齐的宝鼓，妙音可携，穷竭不绝。额正齐的宝众生，尽能舍此无上法宝。咱们都是宝众生，舍其法宝。额正齐的宝身，众生必须救助身口业，说以下就说身口业。额正齐宝身，额正齐的宝口，额正齐宝心，具足无量劫妙宝，宝口常演一些妙音的宝音，额正齐宝心清净意大愿宝，清净宝念断欲思惑，究竟坚固一些自宝，额正齐的宝名送此一切诸佛的法宝，额正齐宝慧学了一些诸佛的法藏，而让其宝字得到圆满一些自宝，而让其的宝眼见实力宝无所障碍，而让其宝耳
听闻无量无尽法界声，清净无奈，额上起的宝鼻，长袖随顺，清净的宝香，额上起的宝舌，能说无量住语言法，额上宝身，遍有十方无而无挂碍，这都是形容身口意的啊，把身口意都形成宝了啊，咱们宝都失掉了，咱们想的都是烦恼，把烦恼断了都变成宝了。额生起宝业，常勤修习普贤恒愿，说意念之中常思于是普贤菩萨的恒愿。然后这宝音静妙音声遍十方界，额生起身业，一切所作以字为首，额生起的语业，常所修行无奈自拔，额生起的意业得无障碍广大自拔，究竟圆满。其实上头所说的十八种都是身口意，因为为什么牙十八呢？身口意，身口意只是三业啊，三业加十乘，十个身口意，十口意再加上你这个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那就变成了十八界的身口意，六根、六尘、六识，所以它叫十八思。十八思就形容着都无障碍了，都成大智慧宝，圆满究竟。佛子菩萨、菩萨摩诃萨，于彼一切诸佛刹中，于一佛刹、一方、一处、一毛端量，一个毛端的量，一个毛端量就无量无边不可说诸大菩萨，一个毛端里头，那就是咱们这是法界回向吗？一个毛端就是一个大法界总相法门体，所以里头才能容得下，悉能成就清净智慧。这些大菩萨不是一般的菩萨，都成就了清净智慧了。换句话说，都证得法身了，叫法身大素，充满其中。一佛刹，一方一处，一毛端入世，那尽虚空遍法界，还有一佛刹，一方一处，一毛端，都入世，悉已入世。都跟一毛端一样的，每个毛端都一样的。十位菩萨摩诃萨以如善根而为回向，这些菩萨大菩萨用善根回向的，这个善根是什么呢？尽法界虚空界的善根，希愿一切诸佛果道悉具种种妙宝庄严，入宝庄严，如是广说，这是宝庄严。还有其他呢？其他都是什么呢？如是香庄严、华庄严、曼庄严、涂香庄严、烧香庄严、墨香庄严、衣庄严、盖庄严、床庄严、方庄严、摩尼宝庄严。次第乃至过此百倍，百倍就是万倍了，过这个百倍就是万倍了，百成千，千成万，皆是宝庄严。这一共一下有十一世，都是宝庄严。佛子啊，菩萨摩诃萨以法事等所记的善根，就是回头来说前头的，不是法布施吗？菩萨以法布施所积集的善根，都是什么善根呢？
张扬一些善根，所以叫回向法界，用法界回向给众生，严禁一些佛刹，故回向。张扬一些善根，故回向；严禁一些佛刹，故回向。为成就众生，故回向。为令一切众生都心清净了，不动，故回向。为令一切众生接触甚深的佛法，故回向。为令一切众生皆得无能过的清净功德，故回向。为令一切众生得不惑清净福利，故回向。为令一切众生皆得无尽自利度，皆得无尽自利度众生，令入佛法，故回向。就是度一切众生入佛法，以此故而回向，回向给一切众生。为令众生皆得平静无量语言，故回向，让众生得到清净语言。为令众生皆得平等无奈眼，语言是口业啊，眼是看，是眼根，成了尽虚空骗法界的智慧，故回向。为令一切众生皆得清净念，清净念呢就是念佛、念法、念僧、念无为、念无作，这都是清净念。若前几劫一切世界，故回向。前几是过去了，过去了，给过去一切众生回向。为令众生皆得无奈大智慧，悉能绝了一切法障，故回向。一切众生啊，在这一切法上决定不了，不能入法入实的修行。怎么叫入实修行呢？这是法界性的回向，就是乘法界的修行，那含藏着就是一切法界。这个大家在修行的时候，你不会回向，你惯想不够，就念十大愿望：一者礼敬诸佛，二者成正如来，三者是普遍供养。完了，第四个忏悔业障，是十大愿你不念完，四个就够了。佛法僧，完了是，把这个再忏悔自己过去的所做的错的业，供养三宝，忏悔业障。每天能如实做，消灾免难，速即成佛，因为你成到普贤愿了，很快就能成佛了。为令一切众生得大智慧，悉能绝了一切法障，故回向。为令一切众生皆得无限量的大菩提，周遍法界，无所障碍，故回向。为令一切众生皆得平等无分别，同体善根，故回向。为令一切众生皆得一切功德，具足将庄严清净身语业，故回向。为令一切众生皆同于普贤故，皆同于普贤恨故，回向。这个愿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啊，愿一切众生都修普贤恨，都能修普贤的大愿。念过普贤恨品的道友啊，都懂得了。你念一遍普贤恨愿，就等于你修。你天天念，天天修，念念念，就念念修，修什么？修普贤恨愿。因为普贤菩萨跟一切众生同体，同一个法界体性，同体清净，同体清净佛性，因此而回向给众生。为令一切众生悉能观察一切字，皆取入圆满，故回向，让一切众生
都能观察佛字，以佛字而修，因此而回向。唯愿众生皆得远离不平等的善根，故回向。不平等是四法界，说平等是要体上来说，要理啊，要理法界来说。我不平等，我那要四法界不平等，每个人跟每个人都不平等。因为什么呢？每个人业不同，业不同所感的果报不同，所以他平等不了，在事上平等不了，在理上是平等的。这个道理很简显，不要想象上身显甚深，你不明白。我们入了普如寺了，凡是普如寺的比丘尼的师父，平等平等，一切待遇平等，斋堂的供养平等平等。所以你领纳多少，那是你的事儿，那是事了，这都供养平等。你得到的不平等是你自己的事儿，那你把它转变了，达到一切平等，达到一切众生都能深入普贤恒愿，那就平等了，叫同体大悲，无缘大慈，众生都能够得到诸佛菩萨的加持，像我们这个世界变成极乐世界，也不要变了。我们华藏世界本身就是妙庄严的，那因为我们的业，所以华藏世界之中的娑婆世界，娑婆世界的南瞻部洲，南瞻部洲的国度，咱们现在有200多个国家，这个国跟国不一样的了，就是咱们都是一个国家，而中华人民共和国。平等办不到，为啥呢？各有各的业，各有各业，各做各的业，各有感各的果。但是体上呢，总的来说，你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，平等啊，都是一份公民。但是事上呢，不平等，为啥？业不同。但是发愿愿众生体清净，体清净，所作业也清净，业清净，干的果也清净，这是愿呢，愿呢，是吧？令一切众生都能入一切智，都能得到圆满果，回向给众生，让他得入一切智。唯令众生远离不平等的善根，得到平等的善根，因此而回向。唯令一切众生得平等，没有异相，没有次第，身心圆满，也自回向。这个很难呢、啊。说现在我们就拿博士说，我男众跟那女众有个界限，不平等，说都是一样的，都达到平等，远离不平等。那得什么呢？那到极乐世界，莲花化身，平等了。肉体不平等，没办法平等，男相女相，老的跟小的。你现在让我90多岁了，跟你们平等，平等不了了，来辈子了，来辈子不行了。你老了，我小了，我再来，我又是小了，你又老了，还是不平等。法性是平等的，就回向，让容人都趋向圆满的法性立体。
为了要让远离不平等的这个善根呢，就是让大家都种的善根平等。现在咱们种的是入法界的善根，这个平等的，凡是在这儿听过一次的，进过这个法堂的，他看一眼就走了，我们也算入了法界了。他有这一份的善根。愿学众生都能安住一切白法，白法就清净法，不受黑法的延误。我们这里大概没有黑社会的啊，我们都白社会的。黑社会的白社会怎么来分别啊？是说他的心呢？说黑社会，黑社会的人也讲仁义道德呀，但是他做的业呀，杀人放火。这黑，这社会还有个黑，还有个白吗？本来没有啊，是造人的行为，是让行为来做的。我看见那个有一篇报道，吸毒啊，大家都知道吸毒啊。过去我们光说吃鸦片烟，现在不吃鸦片烟了，进步了，都是变成白麦啊、红丸啊，那是吸呀、啊，那是搓呀、啊，一沾边儿吸毒了，那他就本来都是人，因为他吸毒了，就把他不当人。如果再贩毒，说就要黑社会了。社会还有什么黑白吗？没有，本来一切众生都是平等的，也不平等。让一切众生远离那个不平等，都种了清净善根，都达到平等。只是一相，无一相，生到极乐世界没有一相，都是莲花化生。这不只生极乐世界，生这十八梵天都没有一相，天人都一样的，都是男性。没有女性，梵天以上，为令一众生难住些白法故为相，为令一切众生于一念中证一切智，一念中就成佛。那《法华经》就说的有啊，就像是要人入于塔庙中，单合掌小地头，皆已成佛道。单合掌小地头，长着一天在修炼，修炼，那超过单合掌小地头多少倍了？一定能成佛，但是你自己得信得急呀。而兴起生成佛的信心，有了这个信心了，再看看吧，看看经律论。看看佛做的什么事儿，佛一天干什么，佛说什么话，佛心里想什么，那我在干什么，我在说什么，我在想什么。说你赶紧跟佛有距离，因为你的身口意不行，那你把它缩短距离吧，这就能成佛了。愿众生皆成满清净些道故故回向。为什么要修法界愿的回向呢？因为就让一切众生都达到能成佛，因此才回向。回向让一切众生都能入法界，都能成究竟佛国。佛子啊，菩萨摩诃萨已住善根，普一众生入世回向矣。就是回向完了，把这个回向善根的回向扶以此善根，那这个善根呢，就是普为一切众生入世回向的所种的善根，又拿这个善根再回向。这回愿什么呢？回向都是愿呢，
与普圆满演说一切清净行法力。不回向，说再回向，回向之后再回向，是吧？愿一切众生都能够行此清净法，有这种力量，所以我再回向。欲成就清净行的威力，得不可说不可说法海故回向。欲借于法海，具一切具具足无量等法界清净自光明故回向。我欲开示言说一切法的差别，一切法的具，一切法的义，所以才回向。我欲成就无边广大一切法的光明三昧，所以才回向的。欲随顺三界诸佛辩才故回向。欲成就去来现在一切佛的自在身故回向，就是愿一切从愿一切众生啊成就佛的自在身。愿一切诸佛欲成就广大一些法光明三昧故回向，欲随顺三世诸佛辩才故回向，欲成就去来现在一切佛自在身回故回向。这四句是一样的啊，成就光明三昧，成就佛的辩才，成就佛的自在身，因此而是回向。为尊重一切佛可耐劳无障碍的法，说对法回向，对法的尊重，佛法。为满足大悲心，救护一切众生，常无退转故回向。对，这种回向的力量，增加这个大菩萨修十回向的菩萨的大悲心，悲心不断普度众生，欲成就不思议差别法无障碍智，心无垢缘故住善根，住善根清净，普入一切诸会道场故回向，住根清净，普入一些道场，一切要法要福要出要细要广要狭，大小眼睛如是等诸佛国度，佛国度都不是一样的，种种形种种样，在这个佛国度不平等当中常转平等法。因为诸佛每个修因的时候不同，他所成就的果德不同，法愿不同，那是各个佛在法上平等，在立生事业上各有各的因缘，各有各的三角方便，但是所转的法轮都是不退的法轮。因为念念中得无所谓，无有穷尽的种种辩才妙法光明，开始演说故回向，为了一切众生都能得到辩才，都能得到妙法的光明，都能演说诸法，为此而回向。为要求众善发心修习助根转善，护一切法的大神通智，既能了知一切诸法故回向，只是愿一切众生都能修习。修习得发心呢，发了心了，使你身口意助根增胜了，都得到神通自在，都得到大神通，所以让他了知一些诸法而回向。与一些众会道场亲近供养，我一些众生演一切法显令欢喜故回向，使一切众生欢喜，令一些众生能够到道场亲近供养诸佛菩萨。我一些众生演说一切法令他欢喜故故回向。说为什么要修法界愿回向，那这原因就多了，
说就有这么多的原因，让一切众生都能欢喜。要能得到欢喜呢，得了脱生死，成就道果。为了这个缘故，才发这个回向入法界的大愿。今天就讲到这儿了。